太帅了，可惜没有亲眼看到，要不我们也把他穿到网上吧？这样可以吗？怎么不行？我去双手赞成。对了，应该给加个配乐。配乐？什么配乐？就是那种雄浑壮阔、慷慨激昂的类型。啊，怎么样？好主意。再给取个夺人眼球的名字。名字？取什么名字？辣女、女壮男，怎么样？哎。好名字，我觉得这个可以有。快，上拳，走过去。上拳，踢腿，回旋踢。呀！喂，小弟，看见了吗？点击量已经破万了。啊？是吗？那我回头看看。好，拜拜。回旋踢啊！可以啊，关注过十万了。关小迪啊，厉害！这下。你可真是要火了，火狼女打得不错啊。头儿，有，你们知道吗？这段视频在网上一夜之间点击量就过了100万，而且数字还在不断上涨。网友们给火狼女起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外号，女战神。哎呀，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没见过世面。你说要是把我当年那些光辉战士录制下来，那就可惜啊，现在退出江湖了。我亲爱的阿勇啊，你虽然已经离开江湖多日，可是至今江湖仍然有你的传说。谢谢你啊。哎，好，你的老相识出招了，你打算怎么接招啊？自从流沙事件出来以后，我一直想找乌飞出来聊聊，可他一直躲着不想见我。可这次呢，磐石安保又联合地产商想搞垮 AK 搏击俱乐部。当初我们选拔训练营成员，关校是出了很大力的。我们烈火神盾入驻南青，关校是功臣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？没错，都听好了，这次我们的任务没有委托，是责任。说来啊，真丢人。年纪大了，不中用了，被两个小青年给打了。哼，他们下次再来的话，我就拿家伙对付他们。据我所知，是房地产商。和磐石安保在搞鬼。郭海兄，你的消息真灵通啊！跟房地产商一块来的磐石的吴飞，临走的时候还威胁过我，说要派人来砸场子。吴飞这个人呢，我多少有点耳闻，能力挺强的，但是心胸狭窄，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。多亏了小迪啊，否则这个 AK 搏击俱乐部啊，真就保不住了。可是光靠小迪是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，我认为 AK 搏击俱乐部还得有其他办法。什么其他的办法？可以利用小迪在网络上的热度，然后 AK 搏击俱乐部来举办一次自由搏击大赛，所有参赛选手分文不取，你们俱乐部呢，可以收取门票、赞助什么的，这样俱乐部也会有所收入，在名气上面呢也可以提升，你敢行吗？这个办法倒不错，只怕我那个俱乐部几个人手不够啊。这个你尽管放心，我们烈火神盾会全力以赴地帮你，分文不取。你为什么要帮我这么大的忙？
是因为你帮过我。来，为我们点击量。